然后呢，他一直鼓励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是非常用心的努力的来接受，那么他对我的各种这个指导，我也尽力想去完成它。那么之后呢，他要求我来成立一个叫做国学书院，这国学书院也是等于他在他的各种弘法中间的一环。那这是呢，希望儒释道三教都能够合一，那呢一起来这个教导我们的这个学生啊，青少年啊，那呢一直能够往上延伸到所有的我们诉讼的弟子。所以国学书院成立以来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努力用心，那么呢把这个基金会应该要发挥的功能，我们都是尽力的来加以推动，来加以完成。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基金会大家都主动自发，那么都是响应那我们长老那他的各方面的一个教导一个指导，所以这个功能的发挥现在已经渐渐普及于我们中南部地区的所有的这个比较基层的学校啦，或者是各个社团啦等等。那么金鸿长老给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法师呢，可以说是无限的。那么我们也天天都在尼斯，那么法师的一个教导，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我们金鸿长老随人离我们而去，而这是他的色孙，那里忽然间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呢事实上他是永远都存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么他也透过天天这个全世界性的这个我们他的这个所谓弘法的一个影片的播放，他永远都留在我们心中，而且天天的几乎都跟我们见面，所以他离我们而去，他是了了他的愿。那么我们的孙信他一生弘法的这个功德呢，实在是我想放眼目前呢，好像是无人能比所以他的这个尊正的功德不止福德，是尊正的功德，我相信这个都是他趁愿再来，而且圆满了他的愿，那么他回到极乐世界去，因为他最倡导的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他还是从那边来，现在再回去，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趁愿再来，道驾慈航。到时候呢现什么身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有一个机会跟他重聚，那呢一续这个永久的一个法缘。那今天大家在这里来一起参与这他的一个图壁的大典，我想也让我们永远都会在感念这个长老他一生的一个行仪那么来利益众生的所有的贡献。那在此呢我们恭送我们的长老，那么他呢回到极乐世界，而且永远都在那里关心我们，那你透过各种方式继续让我们接受他的法义。在此我们大家都平安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感谢我们王前院长，感谢王前院长长期以来对三宝的护持，感谢您。接下来我们要来礼请台南市的大家长，由台南市的大家长
黄伟哲黄市长来致意念香。主祭者裴祭者请就位。同时我们代为市长也要来颁发卓玉市民，以来表扬我们老和尚的功行。上香，收香，供花，收花，至诚与老和尚法向前行追思赞颂礼，以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法卷答礼。同时也有我们礼请我们的市长来为老和尚颁发卓越市民的表扬状，由我们法眷代表悟行法师代表接受表扬状。净空长老致力于弘扬佛教净土宗教义，全球数百所净宗学位奉其为导师，信众满天下，曾受邀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推动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2005年荣获澳大利亚圆桌勋章，对于净化人心、推动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贡献卓著的依据，台南市政府表扬卓越市民实施要点，提报为本市卓越市民，特颁此状，以褒得丰，果证无声。市长黄伟哲，中华民国111年9月3日。我们修一师以及各位大师各位师兄师姐，莅临的各位各界长官贵宾，我想今天个人除了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汉正净空法师卓越市民状之外，净空师也是我个人的导师。在12年前跟净空师父结缘是在电视节目中，净空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深深感佩。这12年来不管担任立法委员或者是担任市长为市民服务，其实无时无刻不秉遵着净空师父的教诲，能够为百姓为黎民来谋取福利，来为市民朋友们为城市进步而努力努力。今天是我个人
非常非常，一方面悲伤，但一方面又要代表全体台南市市民有这个荣耀来颁赠卓越市民。我想净空师父的德泽，他的教化一定深植人心，希望让这个城市更美好，也希望让台湾更美好，也希望让全世界消弭战争，能够向大同世界更迈进一步。感谢，感谢我们的市长，也期望市长来继续来护持。现在由我们的悟行法师以及悟道法师、悟本法师的陪同之下，来代为老和尚接受这褒扬状。我们大众以随喜赞叹来赞叹老和尚的德行。也感谢我们市长百忙之中的莅临，感谢您，也希望您继续来护持我们净中学会。感谢您，阿弥陀佛。我们再次礼谢我们黄市长，感谢您。接下来礼请我们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由我们强地巴尊者与老和尚法向前致意。老和尚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培养，又值逢强地玛尊者与佛法中的推行，我们今日我们强地玛尊者也来法坛前向老和尚致意。献香，收香，献花，收花。至诚与老和尚法向前行赞颂礼，以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法卷答礼。感谢我们强地玛尊者与佛法中的教学孜孜不倦，感谢您。净心无染，功果圆成，观自在，空有无碍，莲池畔中见如来。净中一代尊处净空老和尚，法卷书卷追思大典圆满，我们群我们法卷就于预备位置，我们早上集合的位置，我们先稍作休息。我们也先，我们现在先礼送我们诸三长老离席。我们待会九点即将举行启刊发言，我们法卷到中央走道，我们到中央走道排班。待会问讯出班之后，我们到这个司仪的右侧，我们稍作休息。司仪在这个边布达，待会我们因为和尚的灵柩圣龛要出来到我们的会场，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椅子场地稍作整理。我们先礼请我们的诸三长老离席。
我们法眷问讯，出班，我们直接向左边出班。我们在场的居士，我们请起立。我们现在要换场啊，如果你要方便的，可以趁这个时候十分钟后回到现场，我们将起刊发言。我们也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协同将我们现场的椅子，我们红地毯区里面的椅子跟拜垫，我们先撤为于两边。我们于九点，我们老和尚的圣刊即将起刊发言，我们也请我们主法和尚就位，我们维罗卫众法师也请就位。我们居士，我们可以站于两旁观礼，现场的居士我们可以就于两旁观礼，或者你随手协同，我们可以协同将椅子我们这个置于我们的置放处。我们也请我们的音控放老和尚念佛的法音，我们一边行动，我们一样心心念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